我们讲这是非常另类的汽车，体型娇小而著称，在路上就小得跟一个卡通玩具一样。但其实除了汽车行业之外，航空工业领域也曾经出现过几种类似于奔驰 Smart 这样的迷你飞机，它们有的是身轻如燕，全部重量加起来75公斤，有的是体型很玲珑，拆掉这个翅膀之后，它的大小相当于一辆轻便的摩托车。但是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这些迷你飞机跟起飞重量达到几百吨的像波音空客飞机一样，都能够搭载乘客遨游蓝天。那么这些体型较小的迷你飞机究竟还有着怎样让人吃惊的性能？一旦用于军事目的的话，又将产生怎样出人意料的作用呢？2014年9月26日，日本宫城县松岛基地上空，蓝色冲击波飞行表演队六架飞机正在进行精彩的飞行表演。然而让人感到奇怪的是，观众的目光却几乎全部集中在地面上。原来就在距离观众不远的停机坪上，六架与蓝色冲击波涂装一模一样的飞机正在地面上编队滑跑。不过这六架飞机造型不但非常卡通，而且大小仅相当于一辆摩托车。实际上他们的确是披着飞机外衣的摩托车。据媒体报道，1992年，为推动基地庆祝活动气氛，日本航空自卫队第4航空团第21中队组建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飞行表演队，采用摩托车作为表演飞机。摩托车飞行表演队首次露面之后，立刻受到了日本民众的欢迎，成为第21中队的吉祥物和大明星。然而令人惋惜的是，这种看起来像是飞机婴儿的飞行表演队只能在地面上表演，不能真正的飞上蓝天。不过实际中的确有一种类似的小飞机具备极强的飞行能力。在1983年夏天上映的007系列电影《八爪女》中，特工詹姆斯邦德偷了一架苏联生产的小飞机，躲开向他飞来的热追踪导弹，大闹了古巴机场，破坏了敌人的阴谋。这架小飞机就是有史以来最轻的载人飞机之一 B-5， 但它并非苏联设计，而是美国飞机设计师拜德的得意作品。 B-5 长 3.88 米，高 1.6 米，翼展 4.26 米，飞机空重仅有167公斤，最大起飞重量530公斤。该机体积之小，非常类似奔驰公司推出的微型汽车 Smart， 因此常被人们称为飞机中的奔驰 Smart。那么通过这个短片，相信很多人都看到了还有如此娇小的飞机。确实我们今天提到的这种飞机，虽然您看它是个小不点儿，但是它的能力确实不可低估的。而且我们看到自打 BD5 换了这个喷气发动机之后，可以说它的能力更是不容小觑了。1971年9月12日， BD5 首次在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一个不知名的农场中成功试飞，两年之后就开始大规模生产。这种售价仅有几万美元的微型飞机一经推出，就立刻受到市场的欢迎，在短短十几年间便销售了超过5100架。然而 BD5 仅仅安装了一台40马力的双缸两冲程发动机，动力稍显不足，因此几年之后它开始进行全面升级，安装了一台90公斤推力的 TRS-18 微型涡喷发动机，曾在电影《八爪女》中上下翻飞的007座机正是这种型号。喷气版本的 BD5 甚至一度被美国军方看中。据媒体报道，美国军方曾经为寻求一种价廉易用的无人遥控飞机而评估过 BD5。一个评估小组甚至驾驶 BD5 在美国的各种航展和集会上做过特技飞行表演。然而评估的最终结果却是它并不适合担负无人遥控飞机的角色，而其中的原因也正是因为 BD5 安装的这台喷气式发动机虽然提高了飞行速度，但是却进一步恶化了起飞性能，使得飞机航程大大缩短。那么刚刚的几段短片当中呢，我们列举了很多这种迷你的小型飞机，但是呢好像有一款极具争议的飞行器咱们是不得不提的，那就是2013年7月29日，美国威斯康星州的奥什科什州正在举行试验飞行协会飞来者大会。那么来自世界各地的飞行爱好者分踏而至，进行精彩的空中表演秀。这种航空盛会我们讲每年都会举办一次，到现在已经举办了有40多届，但是在这一个盛会上，现场观众却是亲眼见证了55岁的喷气飞人伊夫罗西为他们带来的精彩一幕。
2013年7月29日，美国威斯康星州奥什科什市正在举行一年一度的飞来者大会。55岁的伊夫罗西首次参加，就带来了他的得意作品。他将穿上单人喷气飞行服和 B-17 轰炸机一起飞行10分钟。伊夫罗西曾经是一名战斗机飞行员，能够自由地展翅飞翔一直都是他的梦想。为此，他发明了一对特别的翅膀。这对翅膀展开之后长2.5米，下面挂在4台微型喷气发动机，加满油后整个飞行服重达55公斤。由4台微型喷气发动机产生的动力能够使它在空中以306公里的最高时速飞行13分钟，而飞行最大高度则可以达到3657米。和真正的飞行不同，罗西的飞行翼是翅膀，眼睛是导航仪，身体是控制飞行高度和方向的操纵杆。通常他会穿着喷气飞行服从直升机飞机上跳下，然后在空中自由飞行。燃料耗尽前，他会打开降落伞，从容地着陆在预定位置。早在2004年，罗西就首次成功地用这对翅膀飞了起来，使得他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真正展翅飞翔的人，也让他得到了喷气飞人的称号。7月29日上午，罗西身着黄黑相间的飞行服开始了神奇的表演。他从直升机上跳下，首先在 B-17 轰炸机下方几百米的地方飞行，几秒钟之后他升到了和 B-17 相同的高度。为了达到最佳效果，他甚至控制住速度和高度，在观众的头顶和轰炸机并排掠过。实际上，这并不是罗西首次和飞机比翼翱翔。2012年6月22日，他就在一架空中客车客机的陪伴下飞越了瑞士的卢塞恩湖。当时罗西以每小时300公里的速度与客机并肩飞行了7分钟，震惊了客机上的乘客。那么说到这个单人飞行器，其实我们今天看到的这种喷气飞人并不是第一位了。早在多年前，咱们国家的特种部队就进行过动力翼伞这样的一个飞行训练，咱们马上去看看。2014年7月，北京军区某训练场蓝军指挥部上空传来了细小的嗡嗡声。由于正处夏季，野外蚊虫非常多，因此这个声音并没有引起警戒人员的注意。几分钟之后，从指挥部的后方突然传来了剧烈的爆炸声，一支红军特种部队从天而降，成功袭击了蓝军的指挥部和通讯系统，在极短时间内将其变成一片火海。事后根据演习导演部的总结，红军特种部队得以成功偷袭蓝军指挥部的关键是首次装备该部队的动力翼伞。和普通的方形或者圆形降落伞不同，翼伞是长方形的。使用翼伞的特种部队在跳离运输机之后，并不是被动的随风下降，而是可以在人为的操纵下无声无息地飘飞很远，因此翼伞经常用于远距离突袭目标。而所谓的动力翼伞，则是在普通的翼伞基础上更进一步，由于它自身带有动力，所以不必依赖运输机就可以从地面自行起飞，袭击数十公里之外的敌方目标。那么刚刚这个短片里提到的这种像喷气飞人，暂且咱不说它的实用性有多大，但是它的这种酷炫的外形确实也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甚至有人就把它搬上了好莱坞的银幕。咱们接下来一起去看看吧。2011年上映的科幻大片《变形金刚三》中，一种造型另类的滑翔服吸引了许多人的目光。电影中，伦诺克上尉为了奇袭完全控制芝加哥的霸天虎，带领特战队员乘坐 V-22 鱼鹰直升机抵达芝加哥后，全队装备滑翔服和降落伞，不带任何动力装置，灵活避开了霸天虎的战斗机和建筑物，最后采用高跳低开的方式安全落地，无声无息地渗透进了芝加哥。片中展示的那套可以让人在空中高速且灵活地滑翔特殊服装，实际上也借鉴了喷气飞人的设计思路。而在电影《钢铁侠》中，更是将喷气飞人的概念发挥到了极致。由小罗伯特·唐尼饰演的托尼在国外的一次武器展示后遭到攻击，而自己也被一群暴徒挟持沦为人质。在这次的意外事件中，他的心脏因受到炮弹碎片伤害而生命垂危，他只好服从神秘的暴徒首领之命，为他制作斯塔克工业的新型导弹。不过他在一个同样被挟持的科学家的帮助下，暗中为自己打造出一套钢铁衣，帮助他维持生命并逃出了暴徒的魔掌，
这套钢铁衣服不但刀枪不入，而且还能够利用火箭动力在空中高速飞行，而且飞行的场景非常类似伊夫罗西的喷气飞人。自从100多年前人类发明飞机以来，在从未平静的天空中，前后出现过无数留名青史的经典飞行器。在它们当中，要不就是类似波音747和空客380这样的庞然大物，要不就是类似野马战机和 F-22 这些领先时代的战争机器。然而在无人问津的微型飞机领域，同样也是精彩纷呈。 BD-5 和蟋蟀的传奇仅仅只是